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哈，大家早安，大家好。本人今仔日吼，奉着秘书长的指名啊吼，来甲大家报告讲，阮去华盛顿 DC 一寡重要的代志啦吼。甚至就是要甲大家证明讲，阮即个去华盛顿 DC 这张卡，咱请的公民身份证非常的好用，吼，我甲见证甲大家做一个见证安尼吼。咱搭在迄个，咱搭在那个蔡讲师吼，伊有讲啊足清楚的吼，讲美国伊咱过赢嘛吼，我都免阁解释啊。啊过赢的时阵吼，美国法院最高法院要求。判官咧，美国政府爱帮助咱台湾行政治这条路，因为400年来，台湾从来唔捌有家己的政那个自己的政府过吼，冇家己有家己设立政府过，啊，咱袂晓唔知政治这条路要哪行，啊，所以呢，美国伊有甲咱讲，吼，我今日要来大家报告吼，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林彦宏那个不是那一个，我不要这个，昨天那一个，2008年2月2号那里开始的那一个影片，啊对好，迄、那个我甲大家报告吼，即美国就是甲咱教讲咱安怎行政治这条路。第一个就是为2008年2月初2日的时阵呢，咱台湾民政府正式伫台北成立，因为吼咱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是。根据咧万国国法、战争法成立的，迄阵呢，咱唔是叫做台湾民政府，咱迄阵的名称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咱想哦，美国伊拍伊拉克的时阵，拍赢，伊军事占领伊拉克，伊嘛伫伊拉克成立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当伊拍赢日本的时阵，麦克阿瑟去日本。军事占领日本的时阵嘛，是成立日本平民政府，那有一个平嘛吼。啊，迄阵咱其实咱拄开始嘛是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后来呢，啊美国迄边叫做美国军事政府，然后后来美国军事政府伊讲伊要简称个美国军政府，咱为着要改讲话较稻谷，所以咱啊改简称个台湾民政府啦吼。啊，台湾民政府喏，伊是中心伫美国本土一个。迄、那个台湾美国军事政府，伊是一个美国一个政府机构哦，吼，伊毋是民间组织，它是一个政府机构。伊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伊的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伊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来的规定啊，吼，嘛是讲吼，伊整合者的占领义务所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管理下，它是一个政府的那个机构的组织，不是即马像中华民国，伊是 AIT 管的。那那个 AIT 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哦。啊，所以中华民国伊拢讲咱讲中华民国叫做台湾管理当局。除了台湾管理当局，就美国因的政因的迄个组织里面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啦吼。咱甲伊完全无共。啊，过来。迄、那个就是2010年，吼，2010年4月25号，吼，咱伫台北办一场全球代表大会圆满落幕，台北个体育场遐，当然参加个人吼，就是对秘书长做伙告别讲，迄200几个，但是后来我们有一直在增加人员啦，吼，增加到1000-2000个。咱迄阵参加个政党有农民党。民主党甲共和党等等哦，啊，但是大家注意吼，我拢无讲着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台联党，因为这些那个美国他是没有承认，所以我们他有承认，就是我讲的农民党、民主党跟共和党，当然那是俄比狗了吼，比狗民主党、共和党按俄伊这个名称吼，过来吼，迄、那个7月初4日的时候。台湾民政府接受邀请，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啊，
阮即个去美国，阮有将这办事处的相片翕回来，我等下放有，应该有时间，我放给大家看。吼、哦，那個、办事处，以前都是纸上啊，纸上咧看尔，拢无看到实体的物件。我即个吼放，等一下放给大家看了吼。过来，九月初八呢，咱美国吼，伫九月初八时呢，美国官方哦吼，美国官方甲咱台湾民政府吼共同举办了一个庆祝酒会。有美国媒体形容，讲是宋美龄以后台湾人上成功的酒会，这就是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足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吼，和咱台湾的未来的前途见着真大希望。哦，这是第一遍啊，因为迄阵都开始咱华理学院未成立嘛，啊，咱志工很少，足少的，而且咱嘛无啥物设备，无录影设备。啊，迄阵办迄酒会吼，咱台湾迄、那个酒会，咱迄阵拢无钱。那个钱是美国方面帮我们出的，足贵的，我想无爱20万美金。但是要参加的人，要去为台湾要去美国，一个人嘛爱十万块啊。所以有在只，迄阵大概已经各美国国家拢无钱。那时候有能力去的才有十外个，啊，我们台湾这边有十几个代表去，啊，美国迄边也有7-8个啦。啊，即块吼，就是第一遍聚会，美国甲咱录影，咱拢无录音设备，伊甲咱录影。我等下吼，老时间甲放几分钟，我大家看者。吼、哦，他把我们录音，然后伊送互咱秘书长，秘书长 copy 几啊百块，然后可能一楼遐迄个办事处遐，一楼办公室遐，你若有兴趣的时吼，你连去买去看卖咧吼，因为咱所行过每一个拢是脚踏实地的，毋是空嘴薄舌恶别讲的吼，即拢有录音存证咯吼。过来，过来要甲大家报告哈，这咱来讲第一届啦哈，这我这里是错的哈，第一届哈是迄、那个，咱第一届华理学院是2011年1月16日设立的啦哈，我根本搁解释啊，咱这栋大楼的由来不用再解释啊，因为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大家应该知影哈，啊过来三栋了哈，三栋了，因为咱。华理学院办三年，足无简单哦，3000几个，而且咱每一个来学员来，拢爱交一挂迄个费用嘛吼。那伫美国来，伫美国因来讲很不简单啦。咱有法度找这3000几个同心，就是咱的意思啦。要建立一个国家吼，咱需要4000个意识啊，有意之人呐、啊。咱有3000几个，已经美国他很讶异，说哦，你们台湾不简单。你看外国敢有可能安尼？很少，从来没有过。有历史以来哈，咱台湾这是第一次有这种状况，所以伊就哈，伊邀请咱去办第二遍的酒会。当然，这遍的酒会一定是有目标嘛哈，咱就是去宣告我们去有一个那个我们咱的主席去要宣告一个文宣嘛，就是这家了哈。等下我若讲的时间，我大概简单讲者，然后哈。第三档了吼，就是2013年9月初六吼，台湾民政府伊再度举办规模搁较大诶酒会兼记者会，甚至吼咱邀请 ABC 电视联播网，就是2012年专访美国奥巴马总统迄个名主持人 Scott Shuman 吼，伊来会场主持。即天吼是真值得咱台湾人热烈庆贺了吼。曾根主席吼，伊有发表一个足重要诶演讲。演讲内容我等下有时间我阁大概报告一下呢吼。然后我这一次最重要就是我要跟各位报告讲我们去酒会一挂迄个代志吼。因为拄开始吼，咱是预定吼，必须要预定，只要有18个要参加嘛。因为你去的人吼，咱拢无钱，我们去的人一个人吼，爱家己出10万块，10万块其实嘛是足无简单的吼，也是蛮大的一个数目。啊，迄阵按算讲可能无遐大侪人会参加，结果到报名结束，共有30几个参加。伊本来是按18个尔，啊，所以迄阵阮个人去买18张机票，后来又多了12个人。秘书长舍不得把12个人删掉，伊讲好啦，无30个拢互恁去，想办法去。我们就赶快再去抢购12张机票，分做两队。第一队吼，就是由潘信行副主席带第一队18个人。啊，第二队就是我啦，夫人潘良华个郭总会长，阮安排伫第二队安尼啦吼。啊，我正来大概报告就是讲，阮第因为我参加伫第二队，啊，我大概报告讲我们第二队的一挂有趣的事情。迄、那个
阮就是九月初四嘛，旧年九月初四下早九点，大家同时为桃园机场坐飞机坐到东京机场，然后到东京机场的时阵呢，第一队潘信行副主席，伊提早超一点钟吼，带十八人为东京机场坐达美航空公司，坐到那个底特律啦，底特律，甲个为底特律搬飞机搬到美国的华盛顿的雷根机场，啊，阮第二队吼就是。为东京坐达美航空公司，然后坐到亚特兰大，因为不同时订票啊，所以没有办法同那个机场点一样不一样。我到亚特兰大，佮个搬飞机坐到雷根机场。啊，我超到东京的时阵，超十二点外，啊，底下等到超四点外，就坐上了飞机，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哦，到亚特兰大机场，足顺利的啦。啊，但是。可能逆风的关系吼，可能机有较慢一撮，有迄慢要超半点外钟，要一点钟左右。当阮来到亚特兰大机场的海关的大厅的时候，哦，看到一堆的人，比咱今仔的人超加了三四倍，规大厅拢是人。啊，阮的飞行机过四十几分就要起飞安尼，哇！啊，阮迄阵就紧张啊，讲那我们一定坐不上飞机，这的人轮到咱。通海关过可能一定要两个小时以上，啊，过四十几分钟要飞到那边安怎？哦，我大家拢真正足紧张的。那夫人吼，夫人就临时甲阮召集起来，讲，咱来开一个会，看要安怎，有啥物，大家集思广益一下。结果潘良华副主席伊就是拨关迄个邀请函，那邀请函都是英文版嘛，伊就讲，不来试看卖。提咱的邀请，我们是邀请美国官方的官员来参加咱的酒会嘛，讲你提邀请函。咱就来摕邀请函、个机票，啊个咱的这张卡吼，我这张卡已经陆续被陆家已经磨有点磨损了，所以吼，因证明这个卡在美国是真正最好用。爱讲无计划嘛，去跟海关的官员接洽一下，看能不能让我们有快速通关的方式啊。啊，因夫人伊在外国住几啊年，他伊英语讲的比较溜嘛，哈比较好，我就请伊去，伊就讲好，伊要去计划嘛，伊就摕机票。摕邀请函，佮摕卡，哦，啊去甲因的官员沟通，结果讲啊讲啊，无偌久啊，十外分啊，伊就甲阮会笑讲，来来来来，紧来，伊要边啊迄个卡门要开，那个关口要从旁边让我们从外面过了吼。咱台湾民政府第一站的外交呢，十分钟就解决了，胜利呢，对吧？大家是毋是爱拍鼓啊？谢谢。哦，真正无简单，你讲。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有办法这样说这么顺利說？说第一次的外交十分钟就真的可以让我们十二个人全部一个特别通关口嘛？已经要边开一个门给阮过，然后足紧的啊，然后刚看十几分钟，一个人也免两分钟就全部通关完毕啊。当然，咱就足顺利坐上了飞机，然后回到那个雷根机场，啊，甲第一队伫雷根机场那个集合。集合了，拢总到位时，我甲大家作为一起出海关。这就是出海关的迄个状况啊！吼，啊，阮伫迄个雷根机场遐诶拍照，吼，伫遐留念。啊，这就是阮去甲美国的时阵，甲饭店迄阵嘛，暗时拢八九点嘛，然后都开始吼饭店吼，他状况还阁毋知，伊甲咱挂中华民国国旗了，挂这个旗。我阮就随家抗议讲，你管唔对啊！阮甲伊完全无关系，所以吼，伊就随甲咱改。结果改改成讲，两个旗拢起来，咱个旗甲伊个旗中国。我讲，这不对啊！套这种套早，拢套早三四点，我去予咱个同心翕着。咱同心有用暗时困袂死，半暝啊，拢四界出来死。我去予翕着，啊，就随讲啊，吼，随抗议。过来，马上清晨，他马上又换那个咱民政武器，即华盛顿 DC 特区的旗子啊，饭店的旗啊，边啊这旗就是美国国旗，哦，他把我们挂在最中间的吼，所以，他很注重我们，而且阮迄阵甲三十几个人，伊就甲咱挂旗啊，啊，美国迄个日本做无大哦，咱去日本三年啊，赶快拢住伫迄间啊的，那个什么 hotel 巨蛋那个。哎呀 ，hotel 一届拢带百五个人哎，带三年，我家叫伊把阮的机啊插去，唔敢。日本人看偌无胆，关共产党行到这些，我直接呼吁日本不用怕了，美国都不怕，你怕什么？对不对？啊，我个意家争取，我去日本的时阵家争取讲，你要把阮挂机啦，阮百五个人，
台湾民政府啦，伊讲因拢无去共挂旗啊。我讲好，啊，真正拢毋敢挂。我讲好，你拢毋好挂，你也挂别人旗吼，我旗你也无挂去吼，我也不会原谅，我一定该去怎么抗议啊呢？结果阮去三年啦，伊真正那个旗杆吼，通通连他们自己的饭店旗子都没带，没不敢挂。因为我讲你都卖挂，你也讲好别使挂，你都拢总别使挂。结果伊真正三年拢总无挂。我希望咱今年十二月来去哦，希望他不用怕，就全部挂他的旗子，我们的旗子全部挂。哦，结果伊含因家己日本旗嘛都唔敢挂，迄间饭店是还做无当啊。哦，啊，过来，这个伫迄个饭店内面迄个状况吼。啊，那个，那我。啊，对，我吼，大家看者，讲哦，这是我们酒会哈，咱隔一天的四季酒会，我们要去酒会进行哈，因为迄个饭店的人把咱的机啊挂去，迄个员工哈，我们有重新做早去啊嘛哈，然后去啊拍照去要拍掉，哈，啊，这因较早去的人都是底下拍照合照，这是咱的主席哦，咱曾根主席，哦，伊即届咱的酒会哈，超开二十万的美金。我一个人十万块无准算哦，搁含是干那做迄个酒会场地要20万美金，主席出十万块的美金，其他咱台湾民政府中央吼坑十万块。啊，这就是因的游客吼，伊看咱底下翕相，也跟咱底下同乐吼，吼啊，这就是饭店的情形。我上重要哎，这客人大多遐拢有看，只有一个。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迄个你看，咱台湾民政府底下办酒会，然后那个酒店哈，伊有甲咱挂牌底下，因为来宾来一定爱看讲咱伫对一间迄个会议室嘛，哦，就在这里。那我们是早上6点半到9点，哦，直接做清楚的哈。哦，啊对，因你看，伊个吼，因个甲咱底下屋甲足整齐的哦，啊，甲咱挂甲足好个吼，我大概拢底下啊，这一位先生就是迄个。美方吼，即届酒会总策划人员，伊足早就到，伊就甲咱夫人啊吼，伫遐，迄个讲咱的程序等下要安怎行吼，哦，就你看吼，那员工甲咱的副议长吼，拢伫遐，哦，然后，哦，因为，然后咱时间到啊，所以大家各就各位，我拢有安排工作啦，每一个人徛啥物所在，来宾来就是拢卖冷场，然后即咱的主席。高沙主席，咱的夫人，这个潘信行副主席、季教授，啊，咱高雄州长，哈，哈啊，然后美国官员一个一个都进来了，好，而且这一位女士刚好我有跟她接触，啊，我有跟她打招呼，伊讲伊伫国务院上班呐，伊跟先生作战嘛，对吧？啊，这主持人，我这种他们一个一个，这是我们的主持人 Scott Shuman 哈，诶，伊阵访问奥巴马总统迄个主持人，啊。我放较紧的，因为我要予大家看办公室啊，嘿。哦，那就是曾根主席就发表这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当然是我们有跟美国沟通过的哈。哦，在这边办公室讲，这届酒会哈，美方有70几个，咱这边30几个，所以有100多个人，而且咱搁请一个，吼、哦、一个那南坡的迄个底下甲咱调位。甲咱迄个门，就是咱迄阵听讲有，听讲人会来乱啦吼，我嘛惊，我著请一个吼，一个警卫底下，哦，迄长得很像兰博，底下甲咱迄个筛选人员吼，啊，这即马这就是咱的华盛顿那个，咱不讲7月4号，台湾民政府接受邀请，伫美国华盛顿地区设立办事处嘛吼，为2020年7月7日甲即马吼，已经3、4年了吼。作者通信吼，因拢先用行去办公，先去遐大楼，迄个大楼门口遐翕相。伊个联邦大楼刚好也编号是1250。哦，啊，这内面是迄个会议室吼。要，吼，这个就是政治大阿公，伊唯一吼有参加2届就是伊尔。第一遍到第二遍伊有参加吼，哦，伊是对秘书处行足久的一个人。以及秘书长的账房，就是秘书长也无钱，伊拢爱想办法去装钱，来坑钱来办代志。哦，他90几岁，精神最好诶，拢对阮去美国，你看伊身体有够好诶哦。啊，即卖有可能哈迄落，啊，我要大家报告，你看，阮大家拢有挂一个名牌吼、哦，我上重要是要甲大家讲，
因为吼，都开始，阮入，阮要去这个，阮要入去这个联邦大楼，唔是凊彩人拢会塞入面的。伊有两关，有两个所谓，第一个所谓吼，伊咱一定拢爱先摕咱的证件来看，然后阮每一个人都准备这个证件吼，迄个所谓先验过，伊拢先去电脑给测试 ，OK 没问题，伊就甲咱拍一张这個、这张名牌来。这张名牌落来的时候，你要挂咧名牌挂咧身上，佮佮通过第二关，第二关伊会甲你搜身，伊嘛惊你炸一挂武器，因为有一些激进分子也是怕会混进来捣乱嘛，因为美国军事占领所有的国家，伊拢爱伫这栋大楼设一个办事处，平民政府办事处，然后他们因为这华盛顿地区是美国一个行政特区，伊所谓足重要的迄、那个像国。国务院就是国务院啊，什么部什么那五角大厦都全部集中在这里嘛。伊然后什么代志联络，就是甲这边的办公室的主任联络了，伊甲联络登伊的国家嘛，哈，有事情这样子。所以哈，他这里有很多国家的平民政府都是在这里有设办事处。啊，伊哈办事处拢细细间啊一间啊，但是伊有一间会议室。伊个国家有需要时，咱就用借用他的会议室底下开会。啊，我就直接临时座谈嘛，咱去的时候，然后你看哈。我们就在那边临时座谈，这是会议室啊，今晚要给大家看。我们真的在那边设一个平民政府办事处哦，你看，这叫做台湾平民政府美利坚合政国代表处，这张较清楚啊哈。台湾平民政府美利坚合政国代表处，足细间啊，细细间啊，俩差不多安尼一，遐个只安尼一间啊，俩一个月要十万块的租金呢，光付三年啊，我开袂少钱啊。啊吼，啊，啊，阮去好不容易去嘛，坐十几点钟的车，所以阮大家拢伫遐拍照，一届我都三个人入面尔，哦，每个人都嘛翕啊足欢喜的啊。啊，阮这间办公室咯吼，阁是吼，遐内面算大间的哦，拄我对面吼，对面伊我开门出来我看，叫伊的办公室我也我那一半尔，可能遐租金五万块尔，啊，我以前没有注意看那是哪个国家的平民那个平民证，我就无注意了哈。对，这就是咱的联邦大楼办事处哈，诶，外表了哈啊，然后这是为对面翕的，这是叶州长去对面翕，就是联邦大楼那个外观哈。真正不是空吹薄纸，讲咱底下设办事处啊，但是我即马真正是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哈。好，你看哈，啊，现在伊不要叫民进党，不要叫国民党去遐设办事处，啊，现在要叫咱的领导人林志兴博士所领导的。这一个团体啊，去办去遐做办事处，所以咱不是民间组织啊，上，咱是一个政府机构，嘛不是党哦，咱不是党派，咱不是党派哦，我们是政府。他承认我们林志升博士所领导的这个台湾民政府，才可以去那边设一个办事处，因为那个够，那有美国的法律告他们，所以我们告赢了，所以他才让我们在那里设一个办事处。那个，你给我帮那个。那个美国的那个行政组织，啊，我即马我简单，因为迄个是大多要甲大家印证讲吼，咱用这张身份证吼，伫美国真正通行无阻，足好用。而且吼，最后一天有，阮有一寡四五点钟的空闲时间，阮就去参观 NASA 跟那一些那个博物馆、美术馆嘿。迄入面拢免钱啦，美国因的迄个一寡那个。美术馆、博物馆都不用费用，但是你一定要身份证明。我大概拢摕这张去刷就可以进去了，所以表示美国他是承认我们这一张的，这一张是很好用的。因为我录到这已经拢有磨损了，这真正有用。过来，我要甲大家印证的讲，我有三个朋友啦吼，去南美洲啦，啊，其中有一个教我好，我就叫伊来签身份证。啊，我甲伊讲，你签这支身份证足好用，我无甲伊骗。伊就唔爱信，我啊，因三个一个请我讲，你早去，你即马伊要去南美洲，要从美国转机。我讲你早去啦，你早去，有当然你可能用会着。结果他们语言也不是很好嘛，伊就伫海关的时阵，美国伫迄个美国海关遐去用刁难，啊，就外语啊，无讲会样，无啥会样讲，啊，就刁难伊。结果阮迄朋友伊有想着讲，我叫伊即张会用摕出来试看嘛。结果伊就真正即张摕出来，互迄个美国官员看。啊！迄个人先叫伊过，有这张的人，伊就先互伊过，就过了。另外，迄两个讲在遐问要几点钟，才互伊过啊。
所以这张真正伫美国做有用的，试看卖。如果你们去啊，但是其他国家我是也冇试过。啊，秘书长，哎、欸、对，秘书长，哎、欸，即届去日本，即届去日本啊吼，哎、欸，今年去日本啊，结果有一个通信，伊摕中华民国护照要去日本的银行，讲用美金要去遐换日票，结果伊唔换伊啦。啊，后来伊摕这张出来，讲甲我换伊啦。啊，可能日本这张嘛。真好用的款啊！我是啊，日本我还阁无用到，我去美国真正最好用，大家用试看嘛。我这样简单甲大家讲吼，美国的组织架构吼，美国吼，伊的联邦政府吼，有三大部门吼，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美国宪法对每一分支的职权拢有一个最明确的规定啊吼。啊，我甲大家报告是行政的分支这部门吼，干甲我放十一页。啊，对，好，这样。我先来要甲大家报告这项呢，因为吼，咱台湾民政府以后吼制定的一定会制定一个新的宪法。啊，因为咱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我正要大家报告美国行政的迄个分支吼，和大家通信了解了吼，因为冇可能咱民政府啊改做制定宪法的时阵，咱内面一定有参议员、众议员嘛吼，这样好咱做参考一个方向之一啦吼。啊，对。秘书长叫我交代我一项，讲，伊讲吼，咱本来车牌讲六个月了，咱就白牌要摕掉，因挂红牌嘛吼。啊，目前因为咱甲美国保险公司还没有谈好，还没有谈 OK， 啊，美国那个保险公司还在观察当中，啊，条约也还没有谈好，所以吼，目前吼，请各位一定要阁挂两块牌，绝对唔好挂一块牌。你挂一块牌，你也去要开罚单吼。到时候吼，伊个那个美国保险公司有可能你的汇率也特别高啊，哦，啊，咱一定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美国吼，诶，伊个保险汇率吼，足惊人诶，毋是像咱台湾只讲哦，查某都较俗，查甫都较贵，啥，他可能有针对你个别啊，你若拢毋捌接过罚单，拢守交通规则，那可能你诶立诶费用较省安尼啦吼。啊，过来，咱当时有讲嘛吼，你有清车牌的人，咱有两年免纳燃料税跟牌照税嘛吼。那秘书长有说，这个约定就是讲，咱呐执政了，赶快吼两年就是不用纳牌照税跟燃料税。我们正式执政之后，两年不用纳牌照税，哦，那优惠两年安尼啦吼。啊，两年以后吼，诶，参议院跟众议院吼，然后什么特殊的迄落，因去开会甲佮讲啦，迄都无法度，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事情啊。啊，所以直接一定要交代啊，一定要挂两块牌吼，拜托一下，拜托一下。因为吼，你也挂一块牌时间吼，我们也很困扰吼，就这样子啦嘿。这项代志一定交代。过来，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伊的行政分支吼，行政分支吼，伊个伊咱有立法，伊美国有立法、行政跟司法嘛。啊，伊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二项的行政分支。伊远远超过联邦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嘛。美国总统伊是行政分支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副总统甲总统伊同时当选嘛吼。过来就说，一旦总统若去世，还是丧失工作能力，还是被弹劾定罪的时阵，伊会遭到罢免。啊，副总统就继任总统嘛。伊虽然行政甲政府其他两个分支的权力相等啦吼。但是总统伫政府当中是享有上界大的个人的权利，吼、哦、啊，这个都是美国白宫，吼、哦，大家看者，应该电视时常看到嘛，吼、哦。过来，大家解说美国总统的迄个定义，吼、哦，美利坚合众国国家的元首，吼、哦，伊称为总统。伊总统吼、哦，当时是美国政府上界最高的领袖，甲三军的统帅。伊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吼、哦。总统要需要满35岁，居住在美国14年以上，嘛一定是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哦吼。通常我们该说这伫出生的时候是合众国的公民，或者是伫宪法通过的时阵是美国公民。这意思是讲吼，你伊美国啊宪法还没通过进前，还没有制定宪法之前，伊可能有外面有很多移民去美国做工的工人嘛吼。那时候还没有宪法，美国还没有制定宪法。啊，未啊，制定宪法了，遐人阵也无当啊，伊也留伫美国。迄阵的人，遐人应该也是叫美国公民吼、哦。他可能指的是那些人，因为伊无伫美国出生，但是在宪法制定之前，
伊多去针对美国。啊，美国官员当中哦，只有哈总统，哎、欸，就总统啊，就是总统跟副总统，因这两个职位一定要具备着出席的时阵是美国合众国公民的任职要件。啊，其他部长啊，其他可能都无遮严肃哈，没有这么严格，只有总统跟副总统一定要这样哈。过来，总统的权力哈，甲职务有包括总统有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甲下级联邦法院的法官，但是所有的人民哦，要得到参议院确认和批准。人民任命政府各部，总统有任命政府各部的部长和直属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权利，但是哈、哦，所有的任命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和批准，哈、哦，这才可以的。参议院在美国那边的权限也蛮大的哈、哦，过来。担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担任名义国家的元首。再来，总统有谈判跟签署国际条约，以及吼甲美国印第安部落条约，这个签署的那个负责人哈。但是以这个条约哈，要经过参议院通过跟批准哈。还有总统最大权限，他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提案。再来。总统有赦免或缓期执行联邦罪的处罚，但是坦克罪除外了哈。过来，美国副总统哈，伊是总统的第一任人选，伊兼任美国的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就是当然的美国副总统的长哈。美国的接班的美国总统的接班的程序哈。国土安全部哈是联邦政府当中上盖新的内阁级部，以政府部门的成立的日期具有足重要的意义哦哈。原因嘿，就是讲当那个总统身亡，还是丧失工作能力的时阵呢，由副总统来继位。但是当副总统他无法继位的时候哈，接任总统职位的顺序哈如下：第一类就是众议院的议长，第二参议院的临时主席。过来各部的部长，但是各部部长以成立日期不赶快呐，所以哈、哦，他总统继位人选就是以他们的那个部长的日期，就是这个部门上面时阵成立，那个部长就是优先了哈。当然国务卿是居首了哈。过来哈、哦，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哈、哦，总统跟副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设有15个部和多个专门。机构，他们构成日常所说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的负责贯彻执行法律，提供各种的政府服务。美国联邦行政部门是美国联邦行政机关里面上古老的主要团体。好、哦，美国联邦行政部门是最古老的团体。美国国务院哈、哦，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务院。第二个就是战争部，第三是财政部。他最早成立是美国国务院，第二个战争部，第三个是美国财政部。伊拢是伫1789年，相差无几礼拜内面各自成立的。所以若讲，总统的继位一直到那个众议院、参议院那边拢总无啊，拢无人来选，伊就是国务院是第一个总统继任人选哈。过来，伊每一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哈。均是受到政治任命的美国的内阁的部长哦，哈，为1792年开始，联邦的法律规定内阁部长制定是美国总统继位顺序和啊，这个对哈，加要求的成员之一啦哈。啊，这样给大家报告哈，美国的联邦行政的部门哈，伊有15个部门嘛哈，第一个部门就是农业部，商务部、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人文部、卫生甲公共服务部、个国土安全部、住房甲城市的发展部、内政部、司法部、个来劳工部、国务院、文书部、财务部、个退伍军人事务部。哦，所以有。但是咱不一定讲全盘吸收啦，当然我们选择我们比较需要的迄落去制定咱的未来迄落啊。但是咱台湾，
我们台湾民政府嘛有哦，咱的内阁组织吼，伫咱网络内面有。现在唔知道有时间无？咱敢有时间来用讲咱的迄、那个工程师可以把那个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架构叫出来吗？我给大家看一下。刚有底下无？无呀，好啦，无要紧。好。有办法吗？叫得出来吗？叫不出来，那我就下一啊，有，哎呦，是这样哈，啊，但是这唔知我都放大哦，看无啥哦。那目前，我们台湾民政府目前哈，这组织架构，咱有经过美国 USMG 哈，跟咱沟通过哈，加。我简单讲一下，这应该网络可以看到哈。我们台湾，好，但的这是台湾，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跟台湾民政府是站在同一个位阶嘛哈。啊，咱这边有众议院、参议院、各级法院哈，这边还有我们，这个好像是以前旧的，现在好像有新的哈，是不是？没关系，不，咱先去网络看一下哈。OK。那我们时间到了哈，那网络下有卡参考哈 ，OK， 好，谢谢。插播，各位同仁大家好，待会要为你们清点一下，为你们服务哈。要坐完高铁的，请举手，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真的越来越多吗？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十四位同心哈。待会到楼下叶小姐那边缴会，到高铁的一个人100块。王统联的请举手，王统联的，统联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一样。到统联的50块，到叶小姐那边付钱。那火车站的请举手，火车站。